是讲我列出的那112年2月25号，他们今天本来线到西门站，西门。7:46所拍的是太阳顶埔。就刚才先用刚刚的时间了。用西三号线123、124点。开启车门，哇，特颠簸。特新店。一般是看新店，一般是看顶埔。台北捷运版现在新门站了，有西三号线13，哎，有米特门123、124，编组的高亮线、高亮高线，啊，有特新店。好，有西三巨型自然系列哦，309、310编组的高亮线、高亮高线。7:46，2月25号，台北捷运板南线，双线连线西门站牌子，嗯，就在这样，拜拜。